变幻的浮云，莫名却又落下了雨滴。心里的风雨也无处逃避，你躲在屋檐底在叹息。漫漫的长路，重重的背负，容不得你想停下脚步。心也疲倦了，只能坚持向前啊，期盼着有个人来遮雨。是个不太懂得表达情感的人，所以会把很多感受以及想说的话都埋在心里面不说出来。直到我遇见你，我看见你失去亲人，看到你被迫坚强，看到你为家人放弃梦想，小小的年纪不得不扛起整个家的重担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心疼。但是心疼之余，我也不知道能为你做点什么，所以只能一直默默陪伴着你。我怕你太累，更怕你受委屈。我太了解这种无处释放的感觉，所以你的任何决定我都会支持，因为我想看到你的笑，你一笑，全世界都温暖了。我以为我们这么多年非常了解，非常信任，但我真的没想到你会为这件事来误会我。我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应该很了解的，起码你应该了解我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你一直陪着我帮我，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在为我考虑，这让我觉得特别安全，心里特别踏实，以至于有的时候这种踏实的感觉让我忽视了你的存在。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理所当然的事儿，直到我想到我要失去你了，我心里就特别难过，真的好像失去一个亲人的感觉。要知道，这一辈子要绝对信任一个人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包括之前我对你的态度，我是没有注意你的感受，我也知道你完全是为了我。有的时候我实在是太任性了，
不过这也怪你，是你把我宠坏了。傻姑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谢您啊，小姐，您找谁呀？这公司的人呢？怎么都空了？他们已经搬走了。搬走了？什么时候搬走的？前几天搬走的。宋大哥。楚林他打电话，他电话打不通了。我刚去他公司，公司都搬走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我被骗了？你别着急，喂，周部长你好，我宋超，我找楚林他找不到，手机也停机了，他见之后只能告诉我一下吧。行，我发你手机上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朱对面的是一个女孩吗？是啊。她去哪儿知道吗？搬走了吧。什么时候搬走的？昨天吧。那你知道她搬哪儿去了吗？哎呦，这个不好意思，我也不知道。谢谢谢谢。走。什么？你们说琳达骗了张家大酒店的钱？没开玩笑吗？我打她手机，她根本就打不通。去了她家还公司，全都搬空了。你们给他的多少钱？五千万。五千万？你们没开玩笑吧？是真的。周局长，如果你知道他的下落，千万告诉我们，这时候后果真的非常严重。你们先别着急啊，他也许出去玩几天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还有，千万别报警，给我点时间，等我找到琳达，第一时间告诉你们，好吧？拜托你了。那也只能这样了，那么再找找。再见。您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，这样下去事儿没解决，人心垮了，有意思吗？你放心吧，警方已经在全面追捕楚琳达，相信很快能抓到的，别瞎想了啊。对不起啊，宋大哥，之前你那么劝我，我不但不听你的话，我居然还埋怨你，怪你，我太任性了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傻呀，真的太傻了，我怎么那么轻易相信别人的话呢？一个外人的话，怎么办啊？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，酒店就这样毁在我手里，完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我该怎么办？
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大不了我陪你从头再来，啊。这个楚灵达没有一点人性，大骗子！他就存心想把妞妞……只能等消息了。我这可……喂，哪位？请问是李董事长办公室吗？对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楚琳达被抓到了，他所欠的巨款已经全部准备，请你明天到局里来一下。太好了，谢谢，再见。楚琳达落网了，巨款全部追回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以前啊，我一直忙自己的事儿，忽略了你的存在和感受。以后我不改。也怪我没理解你，听到些流言蜚语就会瞎想，就会失落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对我有多重要。其实别人说什么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一直跟你在一起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守护你，守护咱们这份感情。喂，邓明，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，怎么样，你小子还活着呢？这一晃几年不见，在哪儿发财呢你？我发什么财啊？我就开了家出租公司，啊，就拿小钱混口饭吃呗。真有出息，当老板了。好久没见了，就是想请你吃顿饭，不知道你可否赏脸啊？没问题，在哪儿？有几个人？哎，就咱们俩，你放心吧。哎，老地方见行吗？行，好。三人料。挺熟练，来吧。哥，
咱俩得多少年没见了？今天破个例，咱喝一杯。我还是喝不了酒，你喝你的，我以茶代酒。佩服，来。你说你当科长都多少年了，你这酒还是不喝，真的是给你个赞。这些年你应该混得不错啊，结婚了没有？一言难尽啊。其实我都结婚五年了，我当时办的特别着急，就没跟你说。我这媳妇儿是咱河北老乡，她生不了孩子，我俩吵得特别凶，干脆就分居了。她现在人在河北老家呢。怎么会这样？去医院了没？我是中医西医都给她看了，中药西药都给她吃了，肚子不见得长，脾气长不长，天天就是要跟我吵，给我烦的呀。这么久不见，我就光听我说了，来哥。跟你们夫妻两地分居，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。是啊，所以我今天找你来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事儿，看看怎么办。你跟我商量夫妻之间的事儿，我现在还是光棍呢，这方面我一窍不通。还装呢？李牛牛，你对象吧？嘿，我这刚确定的事儿，你怎么知道？他是不是有个妹妹叫小倩？你认识？不单认识。他现在是我女朋友。你小子几年不见挺幽默啊，现在啊。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真的。倩倩怎么可能是你女朋友呢？就兴你跟妞妞谈恋爱，就不行我跟小倩好。照你的意思，倩倩这么长时间不回家，一直跟你住一块儿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，你有什么资格跟她谈恋爱啊？哥，小倩她已经是我女人了，我俩已经那个了。她现在在一家夜总会上班，不，我得声明一下，她只卖身不卖艺，不对，她只卖艺不卖身。你说什么呢你？邓明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小我三岁，你也三招。可倩倩呢？她才23岁，她多单纯呢，你怎么下得了手啊？宋昭，我把你当哥们儿，把你当老乡，我把你当大哥，我请你吃饭喝酒，不是让你来骂我的。我本来想这事儿跟你商量商量的，可你什么态度？你凭什么教训我？凭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他哥。好。不帮拉倒，我一厢情愿，我瞎子点灯我白费蜡，我早知道这样我叫你来干嘛？哥，干什么？别让开！你别，不是这么多人看着。哎，先生，有什么事？没事，没事。看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给我个面子。请坐吧，请坐。啊，那个，对我住啊。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不对，是我的错，但是我有句话要讲，我是真心喜欢小倩，我要娶她，我要跟她结婚。你有没有点法律意识？你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其实这事儿我早就跟小倩商量好了，我一定马上离婚，我一定要娶小倩，你相信我行不行？邓明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敢玩弄小倩。不会放过你。哎，吃吧，快点。哥，别生气了。关于退休的事，王经理的意思是暂时还办不了。他说单位改制，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。还有个关键问题，就是我得够30年的工龄。再过几个月不就够了吗？那就再等等吧，不用那么着急。最近啊，我老是睡不好，就怕影响工作，脑筋总是糊里糊涂，
忘东忘西的。妈，您呐就是太操心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些事儿放不下，一直还惦记着倩倩，对吧？人家说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她再不好，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等将来你自个儿结婚有了孩子，你就可以体会我的心情了。妈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。别说你妹了，还有你呢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你跟宋超的婚事也该定下来了吧？我看那个宋超，各方面都不错，也一直把咱们当一家人。哎，我可是一直把他当成亲人。我看你们呐，赶紧商量一下，把婚事办了。是啊，我跟宋大哥已经商量过了，他特别尊重我的意见。我们想等小四的病完全好了以后，我们再考虑结婚的事儿。也行，我只是个建议，不过不要拖太晚啊。放心吧，会处理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。你说吧。东北的爸妈呀，他们很快就要来北京了。上次通电话，他们说燕子啊非得考本科，我就想，要不就让他在北京补习，除了自学以外呢，我跟陈文还能腾出时间来给他们辅导。我想让他跟小四一块儿考大学。这样行吗？你们有那么多精力啊，千万别给耽误了。放心吧，肯定没问题。进来。董事长宋先生找你。哎，没有。哎，阿姨也在。宋超你来了。啊，那你们两个聊，我先走了。阿姨，您先别走，我其实正好有事儿跟你跟君君聊一下。啊，那坐下聊吧。什么事啊？啊，阿姨，刚才呢，我找到倩倩了。倩倩，她在哪儿啊？您听了以后，别生气啊。她在一家夜店上班。夜店？你怎么不把她给拉回来呀？她这么长时间不回家，她都住哪儿啊？说呀，宋大哥，你赶紧说呀。他呢，现在跟人同居。谁呀？那个人你们都见过，就是那时候妞妞上北大，他开车送妞妞那个。哦，叫邓明。对。哎，我觉得他看着还挺不错的，挺精神的呀。是啊，但是他结了婚。目前还没离婚呢，有老婆的。他怎么那么糊涂啊？他，妈，您别着急啊，宋大哥，要不咱们俩去一趟，把倩倩叫回来。我看呢没什么太大作用，刚才我劝他半天，他都不肯回来，而且跟我大发脾气。他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他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先去找邓明。跟他好好聊聊。嗯，对，找他算账，占我闺女的便宜，我不会饶了他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打电话叫邓明过来，咱们好好商量一下这个事情。但是阿姨，他来了以后，您千万别跟他着急，这事儿啊根本急不来的事儿。打，马上打。哎，邓明，我宋超。哎，超哥，怎么了？你说，上次你跟我说要我帮你和倩倩的事儿，那我现在跟阿姨说了。阿姨希望你呢到张家大酒店来聊聊，怎么样？去那儿？
你刚才说了这么多，希望你说的都是实话。如果你要欺骗他的感情，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原谅你的。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人，请你一定相信我。那好，你们两个都已经那样了，你得赶快把你个人问题解决一下，不能这样子当儿戏。哎，阿姨，过去是我做的不好，我给你赔不是。你看现在您还对我有什么想说的，什么要求，你尽管提出来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做到。这第一条，你赶紧给倩倩找一个正当的工作，不能再让她这样胡闹下去了。哎，这个我去做的工作，我去托朋友给她介绍个单位，如果没有合适的单位的话，我就不让她上班了，我养了一辈子，她要是想上班了就去我那儿。这我不管，只要让她走正道我都答应你。行，阿姨，我一定抓紧去办。这第二条，你得尽快把你个人的婚姻问题处理好，否则我不会把它交给你。行，这事儿我一定抓紧去办。需要多长时间？两个月。对方会同意吗？阿姨，其实对方早就向我提出离婚了，早就没什么感情了，只不过还是没有办离婚手续而已。其实无论是法院裁定还是我们协议离婚，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。阿姨，希望你能理解我。但是我觉得不可以对不起人家，对待你的前妻要与人为善，不要发生什么不好的问题。阿姨，您说的没错，其实我也这么想的，我就想在经济方面多给她一些补偿，毕竟是夫妻一场嘛。行，那照你说的，三个月时间应该可以了吧？啊，没问题。那第三条，没结婚之前不能同居，更不能怀孕。嗯，行。阿姨，你看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？行了，这约法三章啊，只要你能做到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李总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做到。你看我实际行动。邓明，倩倩还小，既然跟她在一起了，就要对她好点，不要伤害她。对。要水到渠成，等你们的感情都发展成熟了以后再考虑婚姻的问题。应该的。阿姨，我今天在这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一定会做到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今天晚上回去写一个保证书，明天我给你送过来。好，我作证，你说话算话啊。行，大哥你监督我，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好，我对天发誓，我一定能做到。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反正我肯定能做到。小四，我进来了啊，起床。哎呀，你怎么还在床上躺着呢？哎哎，起来起来，咱们开始锻炼了，听见没有？咱们运动量不大。你陪老爷，咱们到生态园去看一看，呼吸点新鲜空气，好吧？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老爷，你看这天儿刚几点啊？怎么起那么早啊？再让我躺会儿，行不行？不行。哎，现在形势是这样，啊，就等于说敌人已经向我们发起进攻了，啊，别笑，真的，你呢必须迎头反击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就要失败了，明白吗？啊！哎呦，老爷，你都是老黄历了，又当兵又打仗，现在是和平时期，那不是战争年代。不管什么和平时期不和平时期，你就得像战士一样的进行训练，啊！我已经给你计划好了，一天要练三次，早中晚，而且一切都要听我的指挥。明白吗？啊，老爷，您可够逗的。您说您原来是副军长，那指挥着千军万马，对吧？现在就指挥我一残疾人。哎，什么残疾人？你根本不是残疾人，你完全可以站起来。我虽然是个副军长，我就算把你这么一个兵领导的能够起来走路了，哎，
我也是打了一个大胜仗，啊，这也是我的光荣，明白吗？姐，你大清早你在这絮叨絮叨絮叨什么呀？你絮叨，你小四连生活都不能自理，你还让人家上什么生态园儿，还当指挥员，你太可笑了吧？啊，我给你句忠告啊，你别老以领导自居，这是你孙子，不是你兵。哎，我就得告诉你，他就是我的兵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必须用部队训练战士的办法去把他训练。我完全对他有信心啊！只要按我的办法，他肯定能站起来。小四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哎，老爷说的对啊，这个您以后每天起床都必须叫。好。嘿，这臭孩子，你这孩子，这怎么样？他没有是非观念，老了是向着你呢。你怎么在跟你姥爷站在一边呢？以后不理你了。行行行，咱们走走，快去，快点洗啊！以后再也不洗。走，让他起床。哦，小蓝蛋起床喽，起来吃早点喽！我给你做了最美味的早点，快来吃早点了啊！昨天12点多才回来，让我再睡一会儿吧。你看你懒的，你看这太阳都照屁股了，你还不赶紧起来啊？听话。那你奖励我一个。嘛。快点。老公，你再陪我躺一会儿吧，昨天晚上都没有陪我躺。你要干嘛？这个大白天，你这胡思乱想什么？赶紧起来，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，快，正经事儿，快！你有什么正经事儿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去找你妈了。你怎么突然去找她呀？干什么呀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咱俩将来啊？那我妈怎么说？她有没有发火？你妈没发火，但是你妈真的挺厉害的，昨天。吓得我之前打哆嗦，他还让我约法三章，非让我写个保证书。哎，我给你写好了。保证书，你给我念一念，快快快！啊，保证书，关于我跟张倩相爱的问题，特向陈阿姨承诺如下：第一条，我保证，今生今世我只爱张倩一个人，绝不离婚。从今日起，我再也不让她去歌厅上班了，而且给她安排一份很好的工作。不去歌厅，那不行。这不去歌厅我干什么呀？我在家憋着多难受啊！以后啊，你就去我公司上班，你在公司里管着我，我们公司所有人都得听你的，行了吧？那听不听谁的倒无所谓，最主要是你得对我好。那第二条呢？第二条，让我看看。第二条，我保证抓紧时间。最长在3个月内跟于湘云办理离婚手续。哎，这条好哎，这条我同意，百分百的同意。那你再看第三条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啊，这第三条也太苛刻了吧？这你情我愿的，为什么咱俩不能同居在一块儿啊？这你怎么就写了呢？那不是你妈吗？你妈让我那么写，我哪敢不写啊！再说了，你说我是个男人，我都说了，答应他了，我要不做，我以后没法面对他了。也是，哎，不过这个不能怀孕倒是真的啊。好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
这么个栽法，搁在盆子里边，这头一次看见，好像是辣椒啊。老爷，您来一下。哎，什么事儿？我要尿尿。啊？啊，等等。行，你忍着点啊，这儿离卫生间远着呢。哎，这没人吧？嗯，咱们就地解决怎么样？你看哪个桶啊？不是，这儿解决了。不是，您先坐那儿，老爷，您先坐那儿。怎么，你不尿了？您上当了，我跟您开玩笑呢，逗您玩呢。您说您都干了两个多小时了，悠着点，别累了。小子，你调虎离山呢你？您看您满头大汗的。给您喝点水。好，天气太热，补补水，别中水了啊。哎，对了，老爷啊，您说您忙了这么半天，您这研究什么呢？研究这个季节在这儿应该种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北方和南方不一样。你看这儿种是有辣椒啊，有白菜，好像青菜，而且这是大棚，大棚好像什么菜都可以种。哎，我这叫考察。行，老爷，嗯，您真行。嗯哼，是吗？喂，老爸，你在哪儿呢？妞妞，老爸在哈尔滨呢。你上次说酒店经营利润比较低，想开发房地产。现在我朋友那儿有个项目就在北京，但是不能急，咱要走招标的手续。啊，那大概需要多少投资呢？大概3亿左右，项目规模不大。我想搞房地产，你现在没经验，需要慎重，要规避风险，应该从小做起，贪多嚼不烂，你知道不？嗯。爸说的没错，那什么时候咱们找个时间见面聊聊呗？下周吧，下周我开车去北京，到时候你妈和燕子跟着一块儿去。那个具体情况咱见面再聊，好吗？爸，你代我向妈还有燕子问好啊。好嘞。嗯，再见。邓总早。早。邓总早。早。你看到这些汽车啊，都是汽车厂家放到这儿展示车。嗯，怎么样？来，我的办公室在里面。走。小王，上个月有人投诉你，请你注意一下你的服务态度。这就是我公司了，怎么样？不错嘛。邓总，我有几件事需要向您汇报一下。哦，你先等一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我女朋友张倩，这是石阳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大家都过来一下，快快快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我女朋友，张倩。从今天开始，他要从这上班了。你们以后大家互相帮助。大家好，啊，邓总，你女朋友可真漂亮，您可真有眼光。那以后我们是以姐妹相称，还是直接叫嫂子呀？直接叫老板娘就对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们两个人嘴好甜呀。好，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。谢谢邓总，谢谢邓总。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哎，对，石阳，你进来一下。哎哎，你们先忙着。好。喂。请问是张行长吗？嗯，不是，你是哪位啊？我是张家大酒店的李妞妞。哦，李董事长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儿请说。张行长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啊想要开发房地产项目，想先注册房地产公司，向银行申请贷款，希望您能给予支持啊。哦，行，到时候啊我一定支持。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张行长。哎，再见。再见。喂，大姐啊，你可真是个大忙人，给你打电话一直都打不通。哎呀，刚才一直在接电话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都到哪儿了？我在酒店等着你们呢。你们大概几点到啊？啊，那晚上你打算怎么款待我们呀？那还不容易。你问问爸妈，看你们想吃什么，我就准备什么，而且一定包你们满意。嗯，好，大姐，那你快来开门吧。啊，你们已经到门口了。呵，
片海，把世间冷暖埋进心底。这片海，把春风化雨融进血脉。潮涨满天星光，潮落满地花开。啊，这片海暖暖的海，点燃希望，把真情送来。啊，这片海暖暖的海，装扮阵阵，有一片海未曾更改。这片海把生活沧桑担在肩上，这片海把阳光雨露洒满胸怀。信念举在手中，追寻步履澎湃。啊，这片海暖暖的海，携着光明把美好采摘。啊，这片海暖暖的海，